希望这不是个空姐，先吃，没那么骚，跑马拉松了。 打个僵尸不是特别亏，这主要他还有鸟，这是问题，空姐在这。哎，给机会了，谢谢啊。 闪现也好了，得多带走一个。 跳出去了，什么鬼？两个人都在这。 地球放哪去了呀？烦死了！
给踢回来呀！这是为什么？这个中间电机修的这么慢？ 这把谁都没搬啊！哦，自信了，搬个鹿头意思意思也行啊，谁都没搬。那谁？好像是团师，他在修了。 不是，那是一个，要么空姐，要么是什么东西，魔术师。我日，这波亏了，不过还是打到一刀。 打到一刀开技能就好了。 挂到这边，尽量的肯定是空姐吧，欧一把吧，我只能赌，看能不能欧，空姐来了。 再摸人，直接走。有一台电机没动，那代表附近不对劲。救不到呀，死掉了。
过来这边。在修，然后把它放走。这先知在修，残血了。怀表骗出来了。可以再回去。凤姐没有打仗。没打中，他自己回来了。不着急，哎，先知要起来了，好，再推回去。哎呀，那边板子为什么没踩呀？这个，我以为这个板子踩掉了。要响水了，摸起来了。告人为先不理他，先被电击再修。哎，妈耶！没了，没有车了，我这就打完了，我还差一把深渊嘞。